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今天呢，我们这一讲我们要来继续讨论需求，讨论需求函数跟需求弹性。我们在前几讲的课程里面呢，有跟大家谈到什么是需求函数。需求函数呢，基本上在描述需求量跟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什么叫需求量呢？需求量是讨论消费者在平均在每年、每月或每天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需求函数呢，在讨论这些因素跟这个需求量的关系。那我们上讲也有谈到说，如果我只关注价格跟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然后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画出一个价格跟需求量变动的一个价量关系。那通常呢，这个价量关系是负斜率的。那我们说这个叫做需求曲线。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说，实务上我们找出如何去找出这个需求线，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需求线呢，是经济学我们在说，哎，概念上有这样一个东西，那直观上呢，你也觉得，哎，这个非常合理。可是我们说呢，这个需求曲线呢，是经济学家过去200多年观察市场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实务上呢，是怎么样的来找出这条需求线呢？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问题。实务上怎么找出需求线？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需求线。刚刚有跟大家强调，需求线呢描述的是什么呢？价格跟需求量之间的这个价量关系。也就是说呢，它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说，比如像说我们以高丽菜为例子，它讲的是说，比如像平均，哦，在这个月，哦，高丽菜的平均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跟这个月呢，高丽菜的这个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多少？哦，那如果我去讨论说，哎，这个月的价格是多少，需求量是多少，那下个月的价格是多少，跟需求量是多少，我把每个月的价格跟需求量的关系，哦，都把价格跟需求量的点都标出来，哦，那你把这个每个点都标起来之后，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说，哎，当价格高一点的时候呢，需求量少一点；价格低一点的时候，需求量高，需求量会低一点。哦，你把这几个的关系找出来，你 maybe 或许你就可以找出这个需求线。哦，那实物上呢，哦，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待，就是说需求现在记录的是一个这个月的均价多少，然后这个月的需求量是多少，下个月的均价是多少，下个月的需求量又是多少，去讨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如此一来呢，我们就知道啊，说所以你可以从实际上的资料，哦，来试图抓到这件事情。哦，那这个呢，哦，这几年来呢，哦，非常流行的一个 term，哦，资料科学。哦，资料科学在商业上的一个应用呢，哦，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去找出，哦，各种各样的因素，哦，各种各样的因素呢如何去影响这个需求量，哦，所以各种各样的因素呢，其中一个因素呢，欸，就是价格，哦，所以这几年兴起的一个资料科学呢，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用大量的资料呢来观察这个需求量呢跟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那试图呢你去把里面的价格跟量的关系找出来，那就可以抓出一条需求线出来。哦，那比如像我们以高丽菜为例子啊，哦，有个网站，哦，有个网站，农委会有建这个网站叫做田边好帮手，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这个田边好帮手这个网站，哦，这个网站呢，哦，它有记录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水果，哦，鱼，哦，猪肉，鸡蛋等等各式各样农产品的交易。那你去里面去找高丽菜，哦，啊，当然它里面可能不是用高丽菜这个名字，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俗称，哦，它用别的名字去找。那你去找它里面就会记录高丽菜有开市的时候呢，哦，每天的交易的量还有交易的平均的价格，哦，那比如像说你持续观察十年啊，哦，那十年，可是十年每天怎么会跑出62000多笔资料呢，哦，因为高丽菜在台湾每天的交易不会只有一个点，哦，台北，哦，西螺，高雄，台中，哦，各式各样的地方都会有交易，他们都有交易记录，哦，田边好帮手那个网站呢，他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你也可以把这每，你就可以把这每天的这个交易量，好，哦，每天的交易量，它就记载说，哎，这一天的交易的多少的量，那它的价格是多少，它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每天的交易量呢，平均成一个月的，哦，比如像台北市，哦，北农的这个交易场所呢，这个市场呢，每这个月，
哦，你把这个每天的交易量集中起来，价格呢，每天的均价再去算一个平均的价格，你就得到每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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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交易量。那你把这些资料兜起来，把它串起来，就会可以观察得到在不同的市场，哎，在每个月不同的均衡价、不同的平均价格哦，不同的平均价格跟不同的那个交易量的关系哦，这个关系哦，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串起来哦，串起来那就变成。比如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每天每天的价格的变动，每天每天的交易量的变动怎样，或是每个月每个月平均价格变动，每个月每个月的交易量的这个变动，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兜起来。那把它呢，比如像说，你就把它画一个散布图出来，好，画出一个散布图出来。那或许在概念上，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价格跟这个交易量的这个变动的关系，好，变动关系。不过呢，如果你纯粹把那个散布图画出来，哦，这个是我们实际上的资料取样，高雄地区2018年每个月抓各抓三天关于高丽菜的成交价跟成交量画出来的个散布图，那我们运气不错哦，这个散布图画出来呢，哦，有一条负斜率的线呢。哦，不过我会跟你说，哦，大多数的这个资料，哦，如果你抓这些交易资料出来，你画出来的这个散布图呢，不会这么漂亮，不会看起来像需求线的这个样子，哦，不会看起来像需求线一样。比方说，如果你抓毛猪的资料，哦，抓起来就是一个不飒飒的物件，你买不到这上面物件啦，哦，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哦，那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找的是需求线，哦，那我们要需求线找是要去希望能够去找出每个月不同的。价格跟每个月不同的交易量之间是不是有关系，或每天不同的交易价格跟每天不同的交易量是不是有所关系？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取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取的是交易资料。交易是什么？它虽然表示了需求量，可是也表示了供给量。那当然，每天的交易量呢，它是需求量跟供给量。哦，你同时这还是同时是需求量，也同时是供给量，所以你事实上可以把它当成是需求量。那它那个价格呢？哦，平均的那个价格，就确实也是那个时候消费者根据这个价格，他们愿意且能够购买的量。那为什么散布图有些时候画出来可能是不飒飒一群东西？哦，因为呢，你每天或每个月，当你的交易量变动的时候啊，你的交易量变动就是你的需求量变动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价格变动嘛。你把所有的这些点画出来变成一个散布图的时候，每个点哦，比如像它可能代表那一天，或可能代表那一个月。这个价格跟数量的这些点关系，也就是说，它就表示在那一天或那个月的时候呢，价格是这个样，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量确实是这个样。可是不要忘记了，在那一个月或那一天的时候，其他条件也会变动哦。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月的价格跟数量的关系标出来，下个月价格跟数量关系标起来，下下个月价格跟数量关系标起来，好，不同的点。除了价格变动，价格变动当然交易量会变动嘛，哦，需求量会变动，价格变动以外，其他因素也会跟着变动，哦，其他因素也会跟着变动。那不要忘记我们在讲什么叫做需求线，需求线的意思叫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跟数量的之间的一个变动的关系，哦，一个变动关系。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点呢全部标在一个这个数量跟这个价格的这个图上面标出去一个散布图的时候，它每个点虽然表示了当价格给定在不同的价格之下的时候，那个交易量需求量会变动，可是其他条件也会变动。那所以如果你要画出需求线来，你就要必须把不同的点呢，哦，其他条件如果是不一样的，哦，你就要把它剔除，或者说你要把这些你要抓出这些其他条件一样的点，哦，把这些点兜起来，这个才会是需求线哦。把其他条件相似的点串起来，这个才会是需求线哦。这个才会是需求线。那在统计上呢，或在计量经济学上面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个东西。然后我把一堆这些每天的或每个月的这个交易量跟价格的这些散布点呢，哈，记载了不同的每个月或每天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数量的这个关系点呢，把它找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用计量方法哦，计量方法或所谓先进的统计方法，把这些其他条件相似的点串联在一起，或是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我们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抓出这个需求线。哦，这个就是我们在经济学家呢，哦，在实务上如何运用这些交易资料来找出需求线的方法。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不用交易资料？那当然也有可能。好，现在资料科学
的进步，我们可以去很多地方兜到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那传统上的方法是大家都使用交易资料来做，因为交易资料非常的完整，比方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田边好帮手，这个网站里面都记录所有农产品的这个交易资料，你有很多这些交易资料，那可以帮助你去了解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产品，他们的这个需求线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些东西呢，画出各式各样不同产品的那个需求线。那如果你可以把其他条件相似的点串起来，你就可以串出一条需求线来，或是你用先进的统计或计量方法去控制其他条件不变，你就可以做这个东西。那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先进的统计方法、先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如何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这个学问很大，或者说这个是比较高难度的东西，我们在这堂课呢不会说这个事情，不过呢在我们中山的管理学院呢，我们在硕士班的时候会教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我们这边就读，我们会跟你讲这个东西，当然你需要一些技巧，也有一些难关要克服，不过这个东西呢，就是你了解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是你可以就可以运用现在的进入这个资料科学的这个领域，运用各式各样的资料来找出在不同市场上 的需求函数，你就可以做这个事情。我是中山气管设计员，我们下次见。